他告诉我在今天他经常玩一个叫做神之忍者的一段传说，他用的忍者是那个麦特凯，两个都是麦特凯，他一脚踹过去，然后替换一个螺旋腿，螺旋腿的很好做，然后就是四针，非常霸体，他叫做地球海边空路，快打对吧？然后就人魔快打，然后就控制他了。踹他，然后技能，先上去，拿收集技能，看这个才招技能，金毛腿是吧？我到对方攻击的时候旋转刀，然后招了个人魔，他也招人魔，哎，对方一个人魔冲过来就给他打，好尴尬，站在那想打的，然后冲过来打他多好，是吧？然后就踹一脚之后，对方就跑了，跑了之后，一个技能，再来个气血，各零分招上一个一个一平均两的。哎，两个人居然同时二二技能，没事啊，这个不看了，哎，踹到地板上，踹到霸体，他一个一脚踹过来，踹回来，踹回去，再踹过去，一脚直接把对方踹死了，这一脚打，一脚踹的，开始嘛，哎，第二回合打的是麦特，打的是阿斯玛，用的阿斯玛，不客气的上了大招，然后有对方也上了大招，最后两个大招都中了，那就大占优势了啊！就这时候把对方给控制住了，一二三四，啊，一二三四五了啊，接一下，一二三四，一技能，一技能，一技能直接把那个踹死了，第三回合大招上了。哎呀，这个吧，第三回合是刚刚北郊五一五躲过来，这时候好像现在版本是开第三个，一输啊，敌人也就上了，然后就 OK 了。你看对方怎么保护技能，然后保护了，一输啊，敌人在刚好踹过去踢他，然后保护技能。很厉害，对方太快了，一输啊。差不多了，一二三四，给你。来，这边要骗出声，哎呀，一三，现在不是一三，就差一点点。二二三，一输啊！好虐啊，恐怖！还有空灵，这个麦克手藏多少个空灵？大招，大招，全身的必杀，这个失血缓杀是吧？非常不错。勝負あり。驚きまし。完勝。哼。やるじゃないか。